礼拜课，我是丁贵族，欢迎收看《军人新闻》。你看的是西堤大桥祭典文化节，将要伫咧十月初五以及初六盛大来举行了。活动的头一天，将会有赈灾歌亭以及观众舞亭，也佮有歌手演唱等等的精彩表演。十月初五暗时的开幕式，更是有拿着花笔来去西堤大桥游行，并且伫咧桥的中央来点火的国庆大使所设计幸福佮稳定的礼。第二天更是有600秒的宴会表演，邀请乡亲前来同乐。由专业乐队以及观众秀的共同表演，为十月5号、6号将要举办的2024西堤大桥夜店文化节来做宣传。西堤大桥通车至今已经有71栋，都是地方的交通要道，更是婚姻人的共同记忆。伊伫旧年西堤大桥通车79年，婚姻观众也特别含中华关来盛大举行夜店活动，造成轰动。为此，今年政府也将扩大举办夜店文化节。同时也来配合着10月10号准备来搞的国庆日，除了有着赈灾歌亭、观众舞亭、花舞，也阁有着乐队的表演。去年呢，西堤大桥的70周年呢，造成很大的这个轰动，所以呢，在大家的大力的支持之下，我们今年扩大了办理。那这次的活动也是2天哦，那同时呢，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哦，这当中呢，我们结合现在非常棒很多的这些民众非常期待的，也在国庆日当天有一些操枪的仪式，但是我们提前在10月5号跟6号哈，就有一队操枪，还有观将手，还有云火，非常棒的这个演出。让大家提前来观赏啊！除了有着各种精彩艺人演出，伫咧5号暗时的开幕式，也佫有拿花笔上桥游行，并且点光由林国庆老师所设计的幸福婚礼翻转制。同时，上重要的重头戏达巴庙的宴会表演也将伫6号来施放，为将要来到的国庆宴会来做暖心。那同时呢，我们在大桥上呢，一年一度也会做祈福的动作。那这一次呢，透过这个林国庆老师呢，这个翻转制的设计，我们在5号当天会在16吨进行这个就是这个幸福云林的一个翻转制，来为云林祈福。那在6号这一天呢，会做一个释放烟火，以及就是汇聚我们云林跟彰化的宫庙，来到16吨，然后来为台湾祈福，来为国庆日来做庆祝。那600秒的这个烟火的释放，欢迎民众在10月5号、6号共同参加2024西堤大桥夜店文化节，亲临现场感受着充满着历史文化以及视觉冲击的艺术盛宴，共同来迎接将要来到的国庆日。记者江怡畅报道。